草屯镇北投埔农村社区中卫区避风单的护栏已经使用真侪年，不过木制护栏损害严重，地方乡亲较有危险，所以向县府争取进行改善。南投县长林明进前往勘查了后，表示为着维护民众安全，会量早来改善。南投县长林明进等人将着草屯镇北投埔中卫区避风单来勘查。等乡亲反映，失窃真侪年的护栏已经损害严重，更容易发生着危险。因此，透过着南投县议员唐小芬的协助，向县府来争取经费进行改善。这个很多是这住户吼，才带真正这地咧吼，爱是吼，囡仔吼足危险吼，爱是，也是来会看这个来个完成吼，而且来非常感谢咱这个。年久失修，而且都是木头的材质哈，那经过风吹雨打哈，也都腐坏了哈。那经过我们里长哈的一个来跟小芬做一个反应哈，那今天陪同县长来做一个会餐，那县长也立即的指示哈，那会将把这个护栏哈重新做一个施设。详细了解到现场的状况了后，林景馆长表示，当初这块地定位时阵，因为附近的土地关隔差有大约三米，为了民众的安全来施作着护栏，即卖已经牢固损害，会量早来改善，协助人换作着按摩台的护栏，避免讲发生危险。啊，现场来看是非常危险啊，尤其这高差哦，比较四米高哦，啊，如果栏杆啊不小心哦，小孩子啊冲下去哦，啊，会造成生命的危险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非常有必要哦。啊，我们会请我们地政处啊，尽快的来施设新的哈啊，保护我们社区家居民的安全。馆长表示，将会透过着农村社区定位基金来进行着改善的措施，好让咱会使挂在当地居民会使安心叠加活动。记者林明信，长报道。